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今天播的这个影片非常的无聊，你有时间再看，没有时间我建议不要看，真的很无聊，从头到尾不讲解，就是这样。
Thank you.
好的，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在名古屋1月13号，今天台湾选总统，那我人在名古屋不能投票，那早上起来在名古屋街道拍摄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生活点滴的影片，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帮我按个赞。有你的订阅，我的影片会持续的拍下去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